市长、副市长、秘书长，所有各位官员，各位记者、小姐、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本会跟各位同仁，大家午安。今天是第七组陈建明议员质询，时间40分钟，市长请，请开始。给装备金好了，快给装备，给装备金啊，给装备金。副主任，喂，市长，给装备金。市务总，大家午安。装备金。市长，我首先啊，先送你一罐补品哈，一罐补品啊，就是针对三脚多高起来的乌油套钢水。市长，你看这款的水，你敢有材料叫你的台北市民踮咧江边，特别是家人河边佚佗？无材料。但是对着这件代志，自昨日这个新北市在油管憋起了，本身啊新北市做出这个处理，但是拄好碰到大雨，整个的水规个灌来家人河。台北市政府环保局虽然有做相关的处置方式，但是这乌油也是不断来进入台北市区。你若是安尼，这种状况继续发生，我相信你所做的，咱台北市河岸这个城市，包括河岸相关活动这规划，根本拢是假嘛。这伫三脚道这边遮，你看，规个河岸拢全机油啦。啊！你讲有做好上好的准备，这油绝对袂流来台北市。我今日才去经过嘉南河边啊，我嘛看到迄条炸油索啊，还佫伫遐。但是迄条索啊，真滴真滴啦，规条河已经拢全油啊。啊，对着这个状况，其实市长，你有甚物其他的配套方式？就这周边这关系来造成的污染的问题，我相信这绝对毋是干那台北市一方面会当解决的。另外，这个结果也证明你针对这个紧急事件发生了，你的 SOP 产生真大问题，因为你无好的结果，我都得到你所要得到的目标。有啊，你有啥物要检讨的？有，我来说明一下。我跟议员报告一下，事实上这个事情十一月二号它发生之后，这个我们已经就说第一时间有在新北市这边啊有一个积极的联系，我们人也到现场去看他们整个的一个拦污的情况。那它是在一个所谓的新北市系统的叫草烂溪哈，草烂溪的地方已经第一层已经还有那一个抽水站已经做了一个拦油所，那正好呢就是三号的时候它那边下大雨。所以呢，就变成有部分的浮油呢，就遇到去用。那我们在这同时，我们已经在这个南湖大桥这个地方先做第一道的这一个燃油所，还有铺设这一个所谓的吸油棉。之后，我们又在这一个就有要求中油公司啊，除了说在新北这个地方啊，它必须把这个油源把它阻绝。这个现在已经没有新的油出来了，这是可以确认。那现在是说有一些已经飘出来的这些油污或是油花哈、啊，我们在更下游的麦帅一桥哈、啊。还有在城美桥这个地方啊，我们已经也就架设了这个燃油所。同时呢，我们也要求中油公司啊，他已经派出了2艘的橡皮艇跟10艘的三板，还有50个人。现在就是说，现在去看的话，都在河面上在吸取这一些的油污。那也因为说它严重污染了基隆河，所以我们已经对它处以水污法最高的罚金300万，而且要求它必须在这个周日之前必须要完成清理。那我个人的话是，我们明天早上啊，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前进指挥所。那我个人明天早上，我也会再到现场再去看油污清除情况。那的确，现在有些油污是在河川的转弯的地方，或者您刚讲的码头停这个所谓停车场、三角停车场这个地方。但是我想就这个事情，我们跟新北市的部分哦，是充分的联系跟合作。那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这种公安的这个事件来说哈。这一个并不是大家所乐见，那所幸这一次的灾害还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对啊。但也跟议员报告一下，目前的一个代志啊，一发生啊，是，你就应该上紧急的态度来做处理。你后边搁做这个人的时候，我今日再去经过麦帅桥，那条索啊，清理清理。
那代表后事佫留落来已经无甚物用啊。但是第一个时间发生，台北市无做任何的准备，所以再油唔再流到下游去吧。所以流到下游去了后，造成相关环境污染，包括市长你所重视的未来，无论是淡水河、基隆河，咱要做的再修缮啊，甲活动，其实你所做的配套。市长，你捌骑过水上摩托车无？你敢捌过过独木舟？有。有捌过过吼？你踮倒过？啊？踮倒过？那个大家公园那段，是华龙洲那一段。哦，大家和平公园遐啦。你伫遐过吼？啊，你敢有闻到迄水清气啊垃圾？水有臭味无？没有。水无臭味那一段没有。你中啊无？那是两岸边啊，绝对拢有臭味。因为阮捌对。大家和平公园这边车一直过过到对干道遐去，哦，之前的使用是踮咧咱上街口甲基隆河咱交车一个所在，因为遐有上街水路较清气，较袂臭。但是你即马大量要来使用基隆河淡水河，哎，对着百姓的这个健康，你绝对爱去注意，因为你这只船啊，免讲啥，咱踮咧法律的规定。你也不骑过水上摩托车，我相信你一定唔知影。咱的水上摩托车吼，敢会使踮咧基隆河、淡水河驶来驶去，会使无？敢会动？可以吗？那我们目前水上摩托车哦，目前是不需要证照。那只要它的水上摩托车到了河川里面，是可以发展这一项游戏的。但是目前是不容易把它搬到。水利处的人来。陈处长，我请教你，任何动力船舶可不可以任意的在？基隆河、淡水河内部行走，没有任何的证照，也没有船只的执照。就是这样讲，就是议员关心的，在大家和平公园这一段哦，就没有啦。我说淡水河跟基隆河啦，任何的船舶可不可以自己在那边跑来跑去？可不可以？我要看供应处这边。伊家己咧写，你讲供应处，基隆河、淡水河是你管的呢？公园不，蓝色公路的部分，它必须要申请才可以。我今晚就不是讲蓝色，我讲基隆河淡水河，我只驾水上摩托车啦。我要对上山骑到对干道去，会使无？有违法无？应该是这么讲，目前来讲的话，并没有法令禁止它行程。目前法令没有禁止，也就是说，公开宣示基隆河淡水河有任何动力的船只都可以行驶，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除了没有禁止的部分，其实应该是可以。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渔民的他的船都可以任意的更换，谁的船都可以开喽。船的部分它是有管理的，船的部分有管理，水上摩托车不用管理。报告议员，因为目前在基隆河和淡水河，水上摩托车基本上还没有太多过来，那很多都是在新北市的。微风运河那边，但是未来如果它长期在基隆河和淡水河继续这样游憩的话，当然某些程度会影响到现有的船的航道及运行。那那个时候，微风运河是一个开放的水域，所以它允许它行驶。但是基隆河和淡水河基本上它是不能够去行驶这些动力船只的。如果你要开放水域，那当然牵扯到很多问题啊。市长，你船那边有在干啊？你甲我讲，你爱拖车就拖去嘛。啊！你有码头人扛无？我这只船啊，拖来路的上规单啦，要拖来去河滨公园内底吼，要进入河滨的车道，嘛阁上规一摆单啦。啊！你也无码头，我只船啊要哪下落江底，嘛无材料要叫外人去甲扛落去。所以对着这个江边的开放，我希望做全部的配套的计划，包括水域开放的范围跟目标。另外一部分相关码头以及专用这些道路，你的设计是不是应该做完整的配套？你才通去开放这个水域，安尼你讲对不对？嗯，对。对吼、哦，但是对着这个基隆河淡水河的使用，我们对着蓝色公路吼、哦，我嘛是吼、哦、感觉足无关的，因为这条根本就是加开钱嘛，
只能还搁一年还搁开200多万去补助学校去坐船啊，迄只船啊一天吼开无几只啦，因为水若涨，走材料行，水若退，迄只船啊无材料行啦，所以这条路是了钱的道路，而且搁是一个蠓仔的水路。另外上个重要，咱今年要搁变3亿，要搁变3亿吼，要去清污啦，对不对？想想这代志，疏浚的部分大概是105到107，分成3年来。我们调个资料哈，淡水河这个105年是要7000万，基隆河要2亿3000万，将近3亿来清除淤泥。较早发生过足济摆啊，清除淤泥的弊案，赶快啦！离花博迄阵哦，离二栋都远啊，做一个码头，迄、那个码头即嘛未用的啊啦。市长，你知影是安怎未用的无？你知影是安怎未用的无？淤泥，搁留来就变啊！哎，你足简单的嘛，一条港，我直接挖一空，一个月水淹起，因为热搞的会热，流来流去嘛。赶快，你再清除淤泥根本就无效果，所以你要清除淤泥，绝对唔得要下游。你再我到从整个淤泥吼到底底下落去再清。我记得我细汉吼，拢伫遐江边啊，伫遐看人咧抽沙啦，伫遐看人咧抽沙。哎，一抽沙，政府有税金通收呢。而且，伊阁将相关处理好，才会涂袂掉，才会沙袂掉。政府啥爱开3亿？落去清，清清的这些废土，还阁使乌白倒，还阁加一摆处理的费用。所以对着基隆河、甲淡水河这两条，要来清除这些老家伙，是毋是应该用新的思考方式来做？你若是有法度去开放这抽沙的动作，是毋是替政府省一笔真大的钱？啊，另外一部分对着目前河川的管理管制，你嘛有法度哦。来做全面的检讨，会讲想甲倒做甲倒，要办一摆活动才来挖一坑，煞了经过一年又搁堆起来，才又搁挖一坑。每一摆，敢若想讲要做一挂活动，要做一挂场所，做做要两年拢报废，无材料继续使用。哦，所以对着河川的利用计算，我希望恁会当哦来做全面的配套甲重新思考。咱平局长算公务的专家啦。是不是市长和局长讲一下看卖啊？谢谢陈议员指教啊！我想这样啊，那天我把水利处的这个以前管过淡水河的这些员工找来谈了一下，他是说啊，自从59人去抽沙完了以后啊，到目前为止，他的沙的淤积量还没有到达当时抽沙的水平，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防洪的这个断面啊，那个平面，那个水平面。你把它往下挖的时候，会影响目前在淡水河跨河桥梁的桥墩的安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每年都去把河道清出来的原因呢、啊？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全面去把它清掉，第一个，它能够耐的时间太短了；第二个，它对桥梁的安全有危害。是，所以这个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潮汐是3米的差。所以它变成造成淡水要做水上活动，就是先天上的困难。它跟高雄不太一样，高雄它的潮差才75公分。哦，这个我今天特别说在这里跟陈议员说明，也就是说，不是说水利处你花那么多钱一次水灾就完了，那你把它挖太深的话，你把整个河道清出来，桥梁的安全受到危害。我想这是实话。哦，我想这样跟陈议员报告。当然啦、啊，所以你抽沙不是讲开放抽沙抽一世人啊。你开放抽沙3年5年，经过你的监测，你的水面的量，或你乱搞的量，降到一个程度了，你就爱停止抽沙。对对，这不是讲开放落去了，规世人拢话，你要先啊，当初开放要啊，搁停下，总是有一个监督的机制嘛。所以咱希望对着相关的政策吼，应该去思考多面向的开发方式、甲做法，不是单一方向，因为较早这个做法真明显证明是失败的。每一摆往外，到尾啊，拢继续无采工啦，无采工。哦，所以伊这个问题啊，希望咱市长啊，会当重新来做检讨。哦，咱时间是暂停，咱其他几位，咱局处首长先请。
市长吼，我另外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其实前几天吼，我看新闻吼，这个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啊，伊讲吼，马总统伊执政吼失败有三大原因，你会记得啦？伊有讲马总统执政失败三大原因是啥？你无你该注意啦吼，你也无管咱的代志啊。不太注重马总统。对吧？但是别人失败的经验吼，或者是你会当起来参考。伊第一件，伊讲哦，因为来客厅，咱的政管会收得顺。第二件，就是油电双涨。第三件，就是十二年国教。哦，伊这三件，我妈已经即款变臭人啦。啊，当然，咱在咱议会咧质询哦，咱无希望市长，你去四年做煞变臭人。咱希望讲四年了，你会当继续来连任。但是对着相关这些政策吼，我认为真侪代志吼，拢配合无好。我昨日开会，我拢在下开会，我下一晚一直咧加班。这科比唔知咧创啥，这两百几天吼，看无咧做啥，一寡成绩吼，拢看未出來，而且方向吼，话拢讲足紧的，但是做吼，拢做未出來，拢做未好。包括吼，人讲的有答案，包括。其他无论是政府的政策的部分，哦，伫政策的部分，咱即嘛先甲你讨论一件，就是讲你去多次更新，其实啦，我去调查的资料出來，你的人来行数颠倒少，咱申人申请通过，会当得到多次更新，无啊，申请的案件拢卡掉的，所以对着你，当然你就西区。开发的计划有树林重生的计划啥？但是这个计划，我感觉拢是空的，拢是空的。好高骛远啊！好高骛远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都唔知道问题在倒嘛。你今日要叫人开发，要叫人开发，土地是哪个？当然你得有迄个条件，让人有这个意愿啊。包括社区都要来开发，嘛是同款啊，嘛是同款。阮服务处内底一个小姐，伊就住社区都，伊踮咧内底。无厝无地，但是不到尾啊，社区都人开发，伊就爱去甲政府说出。当然，就有关的观念，伊应该是安尼，因为伊伫遐无厝无地啊。但是像伊即马会当有一间厝伫遐住，伊免去负担其他的，伊哪有可能去赞成开发？同款，我若一块地伫遐，你要投资更新，对我无好处，我是安怎去跟你开发？所以投资更新，你必须要重新思考。你应该有诶基本诶条件，哦，即条件是毋是你有法度互搁较侪融资，搁较侪融资，哦，你才有法度去完成伊啊。你建商当然有家己来吧，无趁钱诶代志谁要做？但是政府会当分配公平，所以你公办诶都市更新吼，公办诶都市更新你无抓到重点，因为第一吼，你奖励条件无够；第二，大家对着。这个制度无信任啦，对着制度无信任，因为感觉讲，敢那每一摆的更新拢用骗去啦，拢用骗去，所以伊会公开透明，包括相关的会费机制，你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单位来甲百姓讲，这对你是上有利的，伊才有法度接受嘛，伊才有法度接受，所以对着这件代志吼，我希望恁应该去思考，什么是现实的问题。咱即马咧做都市更新哦，毋是话术，要吼要做一个足好足水的计划，大家拢做得出來。但是爱做吼有效的，有材料做的才有效。哦，包括我即马要甲你请教的这个案件，我嘛感觉足奇怪。你要开二十亿去做西区，啊咱一个北门啊周边整个的重建的计划有无？嗯，咱有一个计划要开二十亿都做啊。哦，你看这个计划，就是要将中孝桥的引道拆除，整个的交通路线都要调整。你捌看过这个计划无？有啊。这个西区门户的计划啦，哦，这计划安尼规件真好。你对北门后边要搁重新建设，啊，搁做一条街，我将这古迹搁开发出来，结果开二十个，去做一个新的古迹，人工的古迹，颠倒从边啊。三季的仓库，你甲拆刷位，意思就是讲开二十亿做一个新的古迹，人工的古迹，
啊，啊，将这旧的保证，天主时存在的保证，刷在别位去，安尼敢对？那因为在挡道路了。因你要做新的道路，嘛挡着路啊。啊，你若重新去检讨伊的动线，对无？你那着搁开二十个去做这个新的保证。报告议员，因为我们是要把原来北门应该是现在在台湾唯一真正的存在的古迹嘛，哈，所以我们是要把北门的前面的这个瓮墙哈是做出来，所以才会把整个路行往北偏。那三井的建物在过去的文件委已经是它是一个历史建物，所以是可以迁移去做保留的，对吧？所以你这个计划结果是咱文化局跟交通局在做，啊，文化局无在主导这个计划。这分明就是一个古迹重现的，你重新将这古迹做出来，结果文化局对这个案件，伊像是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因为你是要做一个古迹的重现的计划嘛，你做哪一个调整啊？报告议员，其实二十亿是含所有的工程，不是只是古迹。三井是用历史建物的观点，把它移往东边。北门的古迹，它是国定古迹，我们会好好整护。那旁边的确是有景观工程，所以二十亿不是只是北门跟三井，是所有周边的。我知啊，你这是社区门户的计划嘛？啊，但是你就是要改善这边的整个的路型啊，所以你要重新整顿北门，结果从这高速拆走，看哪想都无道理，看哪想都足奇怪。不啦，从中山南路一直到淡水河，这整条是整个西区门户的一个主轴。那北门的附近，它因为交通三十年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现在一次到位，我们绝对是尊重三井的日据时代留下来的建物，只是用历史建物的方式往东边移，使这个道路顺畅。可是北门国定古迹还是整个重点。我们是尊重它、修复它以及旁边的景观工程，这是含整体的一个规划的出发点来推动的。对嘛？对着都市更新，当然嘛是重新来做非常紧啊，对不？包括瓶盖工厂嘛是安尼，上重要迄栋古迹来拆掉，啊，剩的保留，啊，保留遐也不是上主要的建筑物，啊，但是无法度，迄条就要做咯啊。所以对着都市发展，这是两方面的冲突嘛。啊！但对现主席已经存在的事实，你也去考量啊。包括即马，咱讲北投、新北投火车头要转来放，那照原主席要放的位置，爱放在路中央啊，规条路拢袂得行。所以大家讨论啥物，缩小的用地，还是刷在公园底，落牌安尼才有合理啊。对。因为迄是现实目前的道路的状况，对着未来你要新建设的这些古迹，你都会当甲刷在边仔去啊。但是你这是。将古迹刷走，啊来做新路，这就是一个冲突嘛。所以我希望恁在思考这方面哦，应该重新对着你切入的角度，哦，切入的角度，哦，来思考。当时咱嘛了解，对着台北市这些古迹、这些古迹，咱足关心的。另外一部分，我伫进行议会，我嘛捌推动过，就是咱一挂老树。伊保护的自治条咧，即回议会已经审，但是我之前捌推动过，咱这老树基本上伊的主管机关是文化局啦，但是哦，这老树伊的责任嘛，伊的所有权嘛是还佫是这个土地的地主，伊家己爱负责维护啦，也爱负责维护。结果咱即马文化局讲，这老树吼，你爱家己维护，啊政府会甲你补助，你爱写计划出来。恁当也是人老手，你敢会晓写计划？绝对袂晓啊！所以你讲你爱写计划，才我才要甲你补助，互你去保护这个老手。牛到尾啊，这个老手到尾啊拢死了了，无人通顾嘛，因为伊都无专业嘛。所以你要安怎让这个老手的所有权人，伊会当主动去做维护，甲古迹的容积移转，其实有同款的一个目标去的嘛。所以目前在台中已经通过这个老厝，一种容积移转的自治条例，有相关的办法出来，是不是？咱台北市也会当来推动老厝伊的容积移转的办法。这台中已经有做出来哦，已经有所有的法律啊，这个方向是不是可行？树的保护是我们跟公务局会共同进行这个责任。
那至于容积移转的部分，有提过这样议案，我们会审慎的再去研议。因为这摆风灾啊，这摆出现热台风，这个风灾过了，这块老树都了了。这个老树伊要修建，爱文化局的同意，文化局还要修，这摆小块修一下，哦，让人去检举，所以这丛树啊无十条修，倒落还是树咧去送到人的厝，厝地主爱搁赔。所以希望对着这老树的管理啊，应该有一个重新的检讨的思考的方式，安尼好无？啊，对着台中目前讨通过这个老树容积移转的办法，我希望恁会当去参考，去思考是毋是可行嘛？哦，那最近啊，我今日才去出门哦，我今日才去出门，阮阿姨佫打电话我，伊讲到底树林北头科技园区啊，这专案主体。当时要阁继续动工，因为已经停工足久啊呢。市长，你敢知影这个代志？我知，长虹倒掉那个。长虹倒掉啦，这厝我打的呀。我们现在是很积极的在协调哈，而且最慢最慢哈，我们年底十二月会上网公告招标哈。那四个月，就是说四个月内就会完成第一批，再四个月就完成第二批。那如果那个是招标还是施工完成？施工完成。现在整体的工程进度怎么样？现在的工程进度已经整个结构体都完成了。没有进度，根据总工程的这样子比例，大概多少？到72，到72是。好，市长，这个是相关工作。这个工程总共的预算是25亿，是。伊即摆工程，伊之前在做，都不断的拖刷。结果，伊即摆已经所清出的工程款是14亿，也这就代表讲，伊进行伊的工程已经拖沙足久啊。结果，伊所清的工程款，咱市政府并无任何在阻挡的行为产生。就是讲，你工程延期，照讲你要清款是清袂出来哦。但是，啥物伊的工程款继续有在调整，所以就是你即摆做做，你即摆要阁标。总共25亿的预算，伊即马整14亿，你敢有材料？佮用材料上尾啊，才工程标准。啊，这料起的钱是毋是要佮追加预算？我这个，我跟陈议员这个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工程哦，本来我们这个柯政府来上海的时候，二月份他就进度严重落后，但是那时候如果盖到六楼。我如果跟他协商，如果不协商的话，他就停工那更惨。所以我们当时跟他讲说，虽然你进度落后，我给你估验款，但是你每天要出180到200个工人，然后继续给你估验，使你的钢筋混凝土的钱可以继续付。所以他一直赶到现在，现在已经差不多剩下污凸的部分，污凸的就是讲那点堆那个污凸的部分，所以伊艰苦的了钱拢已经大部分拢做了。所以现在我们有掌握10亿的工程款，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现在重新发包的话，我认为问题比以前更好一点，是这样。所以重新发包，恁个追加预算没有？除非啊，10亿都十条盖款，对对对。啊，当时有10条去完成。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困难的是在清点嘛，就清点，我们要把所有的材料清点出来，再做预算书，再发包，然后我们跟做一个。界面搞清楚完以后，我们差不多明年的10月以前可以完成。明年十月要用搬进去，还是摕到使用执照？摕到使用执照。摕到使用执照，就是讲未来要搬进去，要等到这个明年的年底12月了才来搬进去。我们使用执照，我们会一面拿使用执照，一面我们会把这个房屋交给这个我们地震局。我要跟你报告，就是讲，这个树林北投科技园区这个专案主体案件，伊影响到未来社区都开发的信心。因为你伫树林北投科技园区厝起甲一半，才规个拢拍空，对着社区的人，大家对面目睭紧盯在看，看啊政府做代就是安尼，啊未来若要起起甲一半条的，啊无叫阮大家要买厝的条件。啊另外一部分，你安尼共讲工程，搁共加拖刷半年外。要几年？啊！你租金的补贴，你可以增加给人无？租金的补贴，租金的补贴，那个无要搁增加哦。
来，这个挂号补，对，这个已经搬出去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租金的补贴，我们还是一样照发。所以还是会发。你租金的补贴就是拖外久，补外久就对了。有。所以，因为咱之前哦，你看市长的表情，你看会出来哦。你感觉一支拳啦，可能是拖外久，补外久。没啦。你当初加征补偿条例内底有写，基本上是补两年左右尔哦。所以你这本这部你所增加预算，所增加预算是对倒来的。就是在我们的平均地权基金，平均地权基金来，是，你袂讲对经过开发的用途增加，没了，不会。哦，所以对着这个问题，我一定爱理性和清楚，因为这相关，哦，对着当事人的关系影响非常的大，哦，所以你这部分，咱来了解哈，和市长知影讲，你未来要哪对这民众来做解说，你的原则，你讲拖偌久，你爱补偌济，租几多人。是，好，啊，时间先暂停哦，咱三位首长先请。其实这两天哦，我看媒体咧报哦，我是感觉我对市政府这些首长，大家感觉足委屈。我嘛感觉市长你做无够，因为伊对市长所有的干涉，其实我甲真侪议员的想法拢同款，因为这算咱劳动合约的一部分。所以，因叫外界安尼定，比如讲，伊咧带官社带较俗，当然计小调整。我相信在座首长大家拢赞成嘛。但是，伊有迄个权利去带遐官社，但是较可惜的就是哦，市长你无徛出来一天，你无徛出来讲，伊带官社这是政府符合政府的规定，无违法的行为。所以，伊希望外界卖扩大到解说，甚至。对着相关这费用，伊嘛愿意配合咱台北市政府劳作费用的调薪，哦，所以伫这部分啊，咱希望市长啊，未来对着相关咱团队的事宜啊，应该要做加强，应该对着你所聘请的人，嘛有更加大支持的力量。但是对着市政府的改革，其实啊，今日我看《眼见》杂志有一篇文章啊，伊讲行政啊。将相关的教育啊，哦，拖到共要倒去。即摆学校内底主任甲组长，大家走要了，大家走要了去。你敢有看到这篇报道？没有，没有哈、哦。因为伊写讲，即摆目前吼、哦，学校内底即个行政业务啊，即个行政业务啊，差不多三天吼、哦，都爱做一篇，都爱做一个评鉴，工作负担啊，超过。这离教育的部分哦，啊、哦，所有的评鉴的数量这么啊多，这么啊多，啊、哦，一年几百件的评鉴，过来，啊，佫有专案，比如讲，你即摆营养午餐发生代志，伊就赶快，伊就赶紧要做一个专案，所以各种评鉴拢有，另外一部分，你做这评鉴，做这专案，等于是叫学校这。老师，伊负责行政业务的人，伊爱去做计啊。安那，我教法以外，我爱去搁去做遮个文章来配合相关的遮个政策。同款，你每一摆人出什么代志，都要求底下爱写专案报告出来。其实，因普通时啊，已经因有基本的限制。啊，另外一部分对着有一挂天灾地变的代志，比如讲风灾来，风灾来。教育局进入乌林，马上就发现公文讲，你爱统计一下存款有歹偌济无？过来这个公文出去了，过几两下，我发一个文来讲，你统计手啊倒几层？过来统计一个，讲还是你那放假了，几个人无来学校？哦，应该爱去做家庭辅导。咱碰到这个代志，应该拢有一个 SOP。但是我感觉无啊，即摆各单位吼工作拢超量，包括我嘛接到真侪人咧讲。咱即个要求各单位吼，拢爱做 KPI 的报告，有无？关键之一绩效指数的报告。写这敢大家拢会晓写？嗯，需要教育。对无？这爱教育啊，但是教育你爱训练啊，训练完了，嘛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晓写这报告啊。啊，对着这绩效伊会评估，当然研究会伊会去检讨。问题是，咧做的过程当中。你就变作拢无即个公务人员，大家咧甲你做假嘛，我咧应付你嘛，所以每一个人工作的超量
其实就是你是你的 SOP 出的问题嘛。因为你对着这案件的发生，你所管理、你所要求的，拢是一挂 paperwork 尔嘛。你实际应该是用绩效来这做，做上尾啊的评定的标准，唔是干那看这做啊。所以咱看到每一个单位，我唔知咧甲你讲，有真侪人做啊，写这文章，和市长你看啊足满意的。问题是，伊的单位业绩做看不出来，这是上界重要的代志。所以我认为，对着市政的管理哈，其实你是真用心，透早七点外就甲台北市政府，甲暗时啊十点外才走，但是。台北市民对你也是非常有期待啦。这个期待吼，不是要求你跟他做表面的工作，咱希望看到实际的成效。哦，包括邓局长，家己嘛对我讲的，讲台北市即马吼，即马所有的公务人员拢叫电子公文奴役啊。电子公文太多啦，规工啊要求写这有诶无诶，你调这资料，大家正常的工作拢免做啊。所以，和所有的公务人员。回去他們本身的工作去做好他的事情，很多形式的問題應該盡量無減少。你對著這些問題你有什麼想法？第一點，那個學校評鑑，我們上來後，因為我是在台大醫院工作，台大醫院一年有五十幾個評鑑，所以我覺得那也是要整併，所以我也要求說學校的，至少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管的學校的評鑑要整併。那今年已經整併過一次了，不過我想是這樣，试办一年以后再变一次，就是说减少这个学校一些行政人的负担，这第一点。所以我想这个张局长在一年后或者半年，我们再把这个目前在实施的整并的效果，我们再整并一遍，这第一点。第二点，关于我们那个什么 KPI 评分基准卡的实行，这个后来我们有重新调整了，那现在就比较按部就班哦，我在进行。那一开始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没有教育好就开始推哦，这在战略上是不对的。那我们已经在修正。那我想在目前这个研考会哦，其实是代理的主委哦，他也是会，还有我的老师哦，那个黄世杰教授，我们等着那个 KPI 的评分基准卡的推动哦，会比较平稳的推动，那就不会再给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这两点不一样。所以。咱卖参像教育部安尼，讲要所有的行政工作减量，讲半年外，甲即马无任何的动作，变做大家代志愈来愈侪啦。所以你要求啊，嗡大家都要上工，可是上工要有方式，要有方法。那另外这个公文哦，这个太多哦，我也拜托这个书秘书长哦，有在我们会分每六个月一期哈。开始给这个公文，慢慢的给它减量，所以我们会在未来的一年半分三个阶段，就是每一个阶段做完检讨一次，再一个阶段，所以总共会分三个阶段哦，来三次来把这些公文减账的行动。所以我也觉得过去这个冗事太多了，但是这个改革要一步一步做，会现在会比较慢的去，比较稳健的去处理，有改过了。好，最后我要请教，咱起码。北投南车现在已经无要阁上诉了嘛？北投南车，北南，目前我们是没有上诉。目前没有上诉，没有上诉面临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就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跟议员报告一下，北投南车这个上诉期限到11月4号，那么本府没有提出上诉的话，那么这一个开发行为本身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进行。那未来如果说要再盖类似的缆车，或这个案子要再重新做的话，那一定就要再重新办理环境影响评估，取得的环评许可才可以进行开发。那我请教市长，这个会不会面临高额求偿的问题？所以这个刚才这个局长已经讲，就是如果厂商还要进行的话，就重新提出环评，重新处理。那如果他不想再提出环评，那就大家坐下来讨论。坐下来讨论。我想今天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就当初来得标的厂商，他已经提出要求7亿的赔偿，要求7亿的赔偿。这个赔偿的行为，其实是当初台北市政府就应该评估过。当初你不想上诉，你就应该必须要面临到考虑这个问题。那现在北缆已经正式没有办法继续来施作。那这个面对这个法律诉讼的问题，市长七年不是招手，你拖到这嘛，你应该
来做全面的思考，来踮咧台北市的立场，照讲是继续上诉，你才有法度保障台北市民的权益啊！你即摆你无要搁上诉，代表咱已经承认咱的错误啊！代表咱已经承认咱的错误，咱必须要去赔偿的。事实上的话，这个案子啊，这个立山林公司他也是参加人啊。那如果说这一个他要上诉，他也可以独立去上诉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以此为理由，以这个环评为理由跟本府来求偿。那至于履约的部分，那我想是这本府的这个就是公局这边，他们会再进一步跟他们做比较详细的谈判。嗯哼，所以对着咱北投人家，伊即马若决定无要搁做，我希望进前已经有开发动工的部分，爱赶紧恢复原状，甚至搁做伊的绿化的动作，因为伊对着相关的环境已经有产生真侪影响啊。另外一部分，对着后事真有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我希望你做好上好的准备，唔通伫台北市民的钱来咧分享，七亿不是少数。好，时间到。现在由第八组议员，由林贵如议员，咨询时间40分钟，请开始。谢谢，市长。最近真辛苦吼。对。啊，不会啊。啊，咱即摆吼，市长、市长，咱即我是跟你讨论的，啊，并无生气的哦。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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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我才敢讲啦，哦，卖你卖。市长，你是咱台北市即卖市长呢？你是一个大家长，你知？你即卖你的身份就是严父加上慈母。我相信讲，你妈妈，你妈妈，我捌在市场拄着伊吼，已经足和蔼可亲，足慈祥。你做妈妈，你应该去落来足欢喜的。啊，你的爸爸嘛是严父。但是哦，我今仔我要甲你报告是讲哦，你是一个大家长，台北市民哦，拢是敢若你的主民同款，你知？尤其市政府内底遮员工啊，都甲你的家人同款，你知？啊，市长，你知影讲哦，你做一个市长哦，你应该你爱去哦，去深深去了解。我希望你来做一个大普查。什么普查呢？普查你下骹员工到底逐工你加班的人有啊？哦，你应该去了解。啊，再来哦，我若去市场，若下晡两点以后，那咱咧热天的时阵啊，啊，你若市场员工咧加班的时阵哦，也不爱开冷气。啊，市场说你有开无？我们现在好像。下班有开冷气啊？有？没有啊？无啊？没有。市长，你安尼就爱了解呢？你市长先使开冷气，副市长先开冷气，啊，你副部长拢未使开冷气。没有吧？我们应该是。无啦，你门框买就使，你门框买使，你市长你我无跟你钱。我们是中央。无开冷气啊！你六点以后拢无开冷气呢？拢无开冷气呢？哦，市长啊！哦，市长，来慢慢来，市长，啊，昨昏我是算一个，这边做30年的民意代表，我唔敢甲你倚老卖老，啊，我市长，我知你无心的啦，无心的啦，市长昨昏哦，你这动作哦，我知你无心的，我强调无心两三摆，你甲警察局对我咧叫，啊咧。我手机长哦，我嘛唔敢叫伊手风管。我拢报告局长，我若有公文要予恁的时候，你问恁周副长、周妈妈，我叫伊周妈妈。恁的副局长，我拢叫伊周妈妈。他比。啊，伊就要伊就唔要做思想的，我拢叫伊周妈妈。啊，我若要甲报告，你问伊，我公文顶下骹，我拢林瑞地林瑞如进城，我唔敢甲下讲进散。啊，小公，我要你看，我拢个敬诚呢，因为这是一种尊重啊。哦，实际上这是一种尊重，咱老实讲啦，哦。啊，我今仔要讲这个电梯的题目哦，实际上你我拜托，咱是讨论，我是甲你讲，咱是讨论，咱研究看嘛。啊。
市长你看伊个表，咱市长有王刚啊，无算检举，无算检公司啊，啊，搁迄落其他单位啊。你知咱就市长王刚内编制啊，就是因为安尼编制，安尼即马减6300几人。你知市长你知无？减6300几人啊！你袂使甲讲，我有车要拼股的，你来投哦。哎，徐总啊，我唔敢讲你有车阅兵过，阅兵过跟临时，因阅兵过跟临时袂用跨部门袂用签啦。啊，若你在局处长吼，加班较死啊，应该啊。你知道哦，因要共做大嘛。但是你下骹遐科长以下的吼，科长以下，逐工加班呢？很多。逐工加班呢，我因为我甲你靠跑的吼，其实咱研究看嘛，吼研究啊，你真真爱顶啊，全区部爱遮人数，爱遮编制内员工，安尼，总共我统计下，减6370个啦。现在你们人事处给我的资料是说，缺了3028的。哎，其实你要马儿好，啊，不过叫马儿不吃草。啊！你要叫人加班，讲话用恁自吹，啊！大家在室在遐吹电风，啊，乱到要死的。啊！你讲真诶，我要问，我本来有作业的啦，我问人事处啦。哦，到尾我输掉，我无去探听啦。恁市政府员工离婚率多高？你知不知道？不知道。6.6%。所以我不爱公布啦。啊，谁奈奈会迄落呢？你有人在加班，有人是加班到早二点，有人减我两点外才转。啊，转到厝的吼，甲厝的当作饭店，当作宾馆，睏一下，政府才有睏一下，进来上班啊。啊，我某感情太好，我某感情太好。啊，所以讲你今仔日工作效率嘛，安尼会大打折扣呢，对不？啊，市长，迄啰，你卖甲我出声，你卖安尼，代表我要甲爱资料你拢卖互我。还是啦，你阵可能哦、喔，没有把议员的意思弄清楚，所以我们事后到报告里。还是，对不起。报价人数，报价政策的，讲来你唔知道有市长有上到边呢？啊，无我讲一个歹个市长，你用你的决策层哦，你的三副市长，你的副市长来建立一开会啊。你要听讲台上一分钟，台下要十年功。哦，这个。啊，你若讲一句话，会甲做四个，你知不知？知道。会做四个。啊，你个 SOP 你甲你限制。啊，研讨会，你看伊人数无济，我统计表我嘛提予你看。研讨会甲管理的公司通过的 SOP 设计要求，你逐项去弄 SOP。哦，我今日在电视听你讲 SOP， 我听到有遐，我听到耳朵拢甘要看。你的研讨会人数少啊，这250天内底计436人来过，一天也要到2件。一天也要到2万，你无得，伊这统计到8月30日嘞。哦，诶，研讨会主委，我唔是讲你迄落哦，我唔是讲你安怎诶，我无讲你诶歹话嘞，我讲你足好抓人诶。诶，市长，啊，你知你帝国内底上侪吼，城主上侪人，都一个单位，怎么就警察局？啊，有一挂案，你限你一个月看。啊，根本就无材料破，你要叫伊破？啊，你若遐老哦，徐长，刘邦有无？很敏感，我看你用你的 SOP 看已经破，好无？你的 SOP 从海南一个破案，但是刘邦有，但是台湾的五里头的公案命案到偌济，对无？啊，你敢有材料破？
所以说你有听哦 SOP 哦，你在看每一个单位去修啊，修个调整，够有一点啊人性嘛，对不？啊，你要看哦，你记过有一百二十五个啦，啊，你家清楚的就四百三十个。啊，个个内底个有个比过，后几两比大过，后几比大过，后几过一摆，后几过两摆。安尼，你个员工讲者要较歹听，做个员工真艰苦嘞，做个员工有够艰苦嘞。啊，市长你嘛是一个医学大教授啊。啊，你开刀的时阵，你免护士，免你个助手，你家己要做护士工课，也要做迄个。啊！你们在做？啊！你出面来讲一个癌症的病患，交到你的手头，你敢无法当做来医？啊！医无，你来安怎？至少你嘛曾经六七回啊！你的路途足坎坷的啊！你安怎爬起来，我拢知啊，对不？你在台大医院，你嘛不是一帆风顺的人啊！你们慢慢熬到现在一个大教授啊，现在熬到不得了，又是一个男女的恶斗以来二十年所培养的一把剑啊。啊，你知道一件业务两个有几个面子？一支箭啊，有几个面子在讲？两面嘛。而且拢平衡的嘛，一边会使害人，一边会使救人的。其实咱今仔我爱你，我今仔是讲哦，爱你做伴侣。哦，有一寡代志，咱慢慢来讲。同意。对，我做我冇讲话，你有一个慈祥的妈妈，你是一个大家长，你算是就是台北市著名的大家长啊。你拥有你的子女有265万人呢，对不？所以我较早我有做过一条歌的歌词啦，啊，但是阮头家你知上啊哦，阮头家有晕的人。哦，虞美人那一条片，哎啦，有问到个鱼王，你要你要煮一个虞美人啦，你就春花秋月何时了？一个虞美人啦，是一个真正外头家。啊，我本来第二周手里要出一条安尼阿目屎，安尼阿目屎你听有无？啊，我有这种我有目屎歌词，哎，我家己写，那歌词来念啦，我讲安尼阿目屎，用台语发音嘞。阿娘目屎是用八年的土豆，愈来愈清洁了，是吧？阿娘目屎是用珍珠种来露珠，头到底就去追起来。心酸心痛，像放假的面，一点一滴当回头的海。阿娘目屎上伟大，歹囝、戆囝、笨囝，赶紧起！阿娘目屎上伟大，再打你再来。做老爸老母，敢不哩去阳光家己个？你若生出来讲，哎呦，啊那里头的小孩，伊嘛讲，感觉伊世间上高贵个。所以讲，你话对这265万人，你就爱感觉讲，这拢是你的子民。伊不管伊是天家半寿，伊是陈大，伊是我歹囝、用童囝，这拢是你的囝。你来，你来照顾啊！啊，你公务人员，你算唔是个，你这下就这公务人员。大家做到唉声载道，你会使去各局处看卖。我今仔个一个单位一个科长，我跩我伫问伊啊，我甲请问，伊即要调去新北市去啊？啊，我讲你怎啊做科长？啊，你调伊是做啥？啊，科长啊！啊，我讲你是安怎走？我下骹手，我即科内底人数减一半。啊，我唔知要安怎加班呐、啊！啊，若做无市政府 SOP 的命令，我阁无法度完成，我有愧于心呐、啊！啊，所以我来走啊！啊，我若无去申请调，我连我有记过记甲弯，啊，我是要阁留在遮，我有啥物面子？所以讲，迄阵人批评讲，啊，你的鼻子朝1520个人，啊，若袂使，我走去啥？咱报。我讲咱训练来听台北市民服务。啊，你唔好讲哦，我今仔我要走，你走，爱做唔报。啊，你甲话叫人走，爱走，人到处找你，要报我做唔对啦。啊，人事处你嘛爱替市长去收，你嘛爱替各单位去收，就恁人事处小面变小。
你那人数拢过万万，把个单位要人数拢欠，人事处长，你们人事都没有缺啊。我拢有去看。有啊，我们还是有，还没有补的啊。啊，那补几个？有有，不过刚刚议员有指教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也会要求各机关哦，人员出缺哦，尽量能够提高部特考，就尽量去提特考。然后那个临补，我会请他们尽速临补。谢谢你的指教。我做主任，可能做比你公务员较久啊。我做过连委，我了唔知你。对啊，你摸了到讲哦，市长甲伊甲伊下骹手，我完全你拢唔知。啊，伊下骹手啊，我这样，我搁起来去当台干，我搁拢去探听。啊，探听了，伊甲我讲哦，伊足艰苦的，下班也无恁去啊，忙到要死的，啊，叫阮找电脑啦，这公文则快，电脑有哪会找来？找一个较大的，飞到看看，伊甲搁捡公文转来。我市长，我是甲你建议安尼啦。哦，你著干脆讲要开七楼，还是要开二楼？哦，啊，恁二十房的，哦，因公用，若要加班的人拢集中着咯。因为市长，我知你足欠的啊。哦，你节省预算嘛，你节省这行为开销嘛，你要开一个七楼，还是开一个倒一楼？哦，人家加班的人拢在加班嘛。啊，无需要讲你人安尼哦，安尼人讲简单，市长。在人要在心嘛、啊。哦，我知你是好人。哦，我从刘小妹妹，我国家刘小妹妹，我嘛知你亲身去甲看。咱的周市长嘛亲去甲看，对不？啊，你我知你人真有爱心。哦，你也破例的，你嘛去甲讲者。但是我从市长，我告诉我听啦，哦，汉高祖刘邦。一生来以我都变了项羽，项羽比他强。刘邦对啊，刘邦就讲啊，伊就问伊在在洛阳，请伊在宫廷里啉烧酒的时候，伊问伊讲：“哎，我哪会怕呀？项羽，恁知啥话都无？”因讲啊一大堆啊，拢你甲八戒奉承啊。实际我是借这机会，你莫听一寡八戒奉承的话啊。我知。你要知人善任呐！你看老爸那样讲，一五一六运筹帷幄，决战你千里之外的上，的张良，又天一古之后秦的上萧何，又天一带百万大军去进军的人上韩信，所以你也当敌前拿嘛，对不？你也当敌前拿嘛，你今仔你从敌前代表起手啊！你甲直直行落到总统府啊！直直行落到总统府啊！我咧讲这句话意思，你听有啊？听无？你今仔是二十几年来，我跟你讲真正，你今仔吼，敢若有奖，你才奖，你怎啊全部变啊？叫拢你的奖，拢你的奖。你若是一个古早君王，你会较叫拢你的将军，你的大将军。哦，唐朝的时代叫节度使。加上你的大将军，啊，你的兵呢？老板不知道讲错的，我有这种嘛无啊？因为我有一阵吼，就是要我结束这款战乱，这款那个乱的这人，战乱的时代经历过，我有这阵的人，这阵的人民，这民心，这军心，伊是今仔走，我无走。哦，所以讲市长啊，我搁讲一个故事互你听。哦，咱今仔咱是沟通，咱等下讨论的啦。你今仔若搁安尼哦，你有将无兵吼，你根本就无效啦。过来，你的命令都有影会安尼上面下达，不是下头无甲你做，我是来探听，不是下头无甲你做，我拢去问伊，我各道处我拢去问。你那老大讲做不完呐、啊，我拢要做不完呐、啊。啊，大陆安普通拢甲我讲做不完呐、啊。啊，有诶，早诶公务人员讲，啊，阮囝今仔发烧，连续甲烧几日工啊。啊，我这公务我签袂好，啊，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我根本在请假。啊，你即摆讲要用补假？因为你的加班费无够，你还完无啊？啊，要用补假，
啊，咱公文传明要多加干多加，你要走一家得多拍卡声。你想我这意思？我你家得多拍卡声。所以说你的手机的成效到底是啥样？我知道有，我知道有成效，但是你要看每一种案件情形，你才去交流。我唔知市场你的意见是安怎？这个。那个林议员的意见哦，其实我们也有反省过哦，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哦，就是说我们也有对那个加班哦，每月加班超过一定时数的员工哦，都要，因为我们这个有记录表，都会知道哪些员工有加班超过，那超过的员工哦，一定要我们要给他做那种叫做一些。简单的问卷调查了哈，就是说到底大家在心理上、生理上哈，有没有感受到压力？因为工作哈，有时候辛苦以外呢，我在不要变成痛苦。安尼做，安尼你变来太无心啦。你就是，第二我就跟你讲啊，你是一个严父，但是你不是一个慈母嘛。对。你是严父的，你不是慈母的。如果你做主就是严父加慈母。对，不然我们现在以后吼加班做。你起码你都讲加班，你会加班费，吼、哦，不是讲伊那领钱，最少嘛摕转去幼儿，查后摕转去幼儿园当营养，十波嘛是都摕钱转来饲母囝，啊你拢无呢？啊，过来吼、哦，每月加班转去归母官，啊我问伊讲，哎呀，你想要哪会只有阿妈你来我有顶班你有教训，有教训，你厝到热天还上教训。啊，佫电拢佫唔敢对公文吹，佫唔敢对伊吹，啊，规个都唔知要安怎。所以话，有当吼，咱领导同意啊。哦，我是甲你讲一句话，因为市长，我也感觉吼，有一点哦，你做市长到即阵哦，一天到晚道歉，一天到晚跟他道歉，我嘛唔知你两道歉几摆。哦，啊，道歉我知你是无心的，你只要唔是伊个道歉无心的，我知你无心要去安尼这样定去讲话啦。哦，啊，你所以到尾你甲我道歉，像讲迄破卡你甲道歉，什么你甲道歉，迄套你甲道歉。啊，我感觉吼有一寡代志哦，我要结束这个即阵经营，我甲你讲，布袋和尚讲过一句话啦，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相亲。啊，你搁那双臂，你买样？你家己跑工会出什么人呐？哦，大概是某定而后动，心存正念，尽力而为。哟，你的心存正念，我知你是清官，你的读书拢清官，你这里的信念呢？所以我是讲，在这方面哦，你顶个公务人员，只系应该编内人，当个编编起来，莫让大家感觉足济。吼、哦，啊你在局处长吼，有诶，拢是你足好诶，一寡你家己找来诶一寡你的将，你的一些专长的一寡领导人物。但是你要注意下手，你下手到底有没有办法符合？你的要求，因为人无够，无人做一人爱做三四人份，甚至有人做到五人份。安尼喏，你看迄社会局的社工，你去问伊看嘛，半暝啊两三点啊去人家做社会访问。所以哦，市长，咱要咱个即个，我是望讲会当，就是讲你变哦，把这人数跟超好，跟迈向你的科技的。你自己的思维的这种一种台北市的一个真正的蓝图，你自己心中的蓝图，赶快把它建立起来。啊，我这样说跟你讨论一下吼，只要超议员跟你问过的吼，两位所长有没有想过吼？就是咱的西区门户改造计划，哦，我在市长吼，你是买来做好。啊！你知这个市区，这个我知道这种道是当时的道，你知无？这道当时的道，你知无？不知道。这民国82年啦，民国82年，不，这民国82年设计就是把下城市的台北车站
民国八十年黄大洲时代。我做足久啊，这你虽然高包甲你住哦，这是民国民国八十年。我即摆我嘛，马上八十年的规划，张局长你自己看清楚一下，这是民国八十二年的计划，下城市的计划。啊！你讲话，现在这通风口拢无用，有无？通风口嘛无用，市长你家己看哦。我今仔我唔知你要做照常，你去做失败我唔知哦。我是甲你建议哦，哦，这好歹是你家己代志哦，我拢会提出来。啊，市长你看，迄通风口十八通风口里头，嘛无看迄多呢？铁路警察局嘛无看迄啥？你是？于是也是分了三井的历史建物。啊，我本来这公车弯是可以装，伊要放在倒。恁即摆规划这公车弯，是你放在代表火车头头前迄郊区。恁只要讲，反正是交流，历史建物交搭，郊区里头你讲，郊区你代表火车头的将广场。我相信市长你讲去日本嘛。你落车 A 区的时候，落去车站的时候，有路牌就广场，有公车就当安尼去坐啊。冇客运车无，冇搭你要接要去倒位啊？这就是，迄阵我问西村幸福，就咱附近就车站西村幸福，我冇问伊过啊。伊拢车头本来规划就是安尼。哦，啊你即摆吼，咱就咱就看。哦，你即摆哦，即摆我是按电视遐去甲录。啊，你即摆只系通风口，啊，你变哪会消费？哦，这通风口你变哪消费？这通风口拢是法定的，在建筑技术规则或建筑法，它应该是移动动的。诶，其实我是可以，我是甲你建议的哦，我只有最后摆是你家代志哦。哦，做议员是个言之有意，啊，讲予你听。哦，啊，你若听到，我感觉有道理，你紧看要修改，我冇提出一个方案要予你去修改。哦，过来吼，咱去看图。我拄仔讲啊，啊，你遮个通风口，你到时要安怎？你到时要安怎？这唔我讲啊，他妈冇电视台你讲啊，我今仔想要用电视台，因为其实我知你真注重媒体的反应，我每一个电视台所提出来意见，我拢负责收集，啊，这志宏，这过通风口你来伊个做，只要拜你若讲这通风口若没有水，免爱水，我再说，你再说看下一张。市长，啊，你有看这张蓝图？跟我看，甲你讲的第一张的迄个蓝图，这内底，啊，伊若当我照伊安尼迄阵哦，要不双子星，啊，伊爱通风口才是啥物啊？你知？起码咱要通往迄个国际机场，桃园国际机是通国际机场的，遐迄个通风口，机场迄个通风口。我请求你讲，你慢慢看，你慢慢看，哦，你卖急嘛，吼、哦，这若来晒你就安尼做，未晒就卖做，哦，会晒你做你做，我拢无你。你现在你给我看一张，你给我看下一张。哦，市长，这个咱的副市长哦，甲恁多我局长哦，哦，一规划出有够水，一水到吼，我嘛足赞成的，有够赞成的啦。但是你囡仔哦，你有甲注意看迄个公车弯？吼，迄个公车弯，你即下市长，你就注意看公车弯。是伊个局长，拜托，我即下是讲个市长听。迄意见拢恁来，你若要哪做，我这是建议尔。啊，你若唔听，我就。我会火车尔嘛，出了就算了。那失败是你到尾爱去拍嘛？你总袂讲，有一款人古早你讲赵盾弑其君，啊，敢赵盾去抬国王嘞？
啊，不过你后摆柯文哲四七军，伊安尼甲你挂落啊，是你唔对，是你柯文哲唔对，你的局长干咪唔对，对不对？所以讲你这你是要担所有责任，有咱个看会一张啦，哦。你看看卖吼，这复杂到啥程度啊？这十个通通我拢讲完。铁路警察局、内政部，那时候我去问，我这边也有公文。内政部怎么跟我们台北市政府回答？我大概跟市长做个分析报告。他说可以。第一点，台北市政府帮我找快递，对不对？第二点，你要等我编预算。哦，编预算，我向行政院要求，我编预算，我盖好的时候，我再担，我这个什么告你，顺利的话告你，因为立法院你要通过这个预算，立法院明年这个选举就我让国家改乱，算你个总统说等于能改乱的，你个后年造可能啊，而且你市长你剩一年外的市长。这个人情就够了。当然你若要推也是会使，等落因咧过去了后，你去叫去这个警察局，你才有法度改变。再来，民主院这个建物，就三井这个建物，又是历史建物。哦，而且咱民主党讲会使签呢，会使甲伊走，但是因为咱副市长林副市长请。西村嘛，西村先生讲一句话啦。哦，伊讲就我即我行市长，我讲话，因为我是无党籍的吼，无党籍代表市长，从我自来无党啊。认为的时候我嘛是，可能我无假无党啊，我做。啊，我即孤城孽子，我即孤城孽子啊，我姥姥不亲，爹爹不爱人啊。哦。啊！不过我今仔讲话，我是甲你讲正实话。即你搁看一张吼，你看就你去咧因咧，我做迄个七零八，即民国八十二年的八，即民国八十二年的嘛，我嘛上我市长看。伊的公车站在哪里？台北车站郊区那一点。公车看咧，我哩甲有哩不哩啊，甲所有大都市的。包括纽约车头，哦，纽约车头，啊是日本的东京，啊是仙台，啊是札幌，哦，就北海道的札幌，啊是你要去看台北，啊是咱北京迄个代表北京，尤其你即摆你去上海车头，你去看卖，公车阮就坐过来坐入来，再出来，是安尼设计，啊，当然是小奶奶。哦，黄道洛市长嘛是你的顾问，你会当问伊，为什么咱搞不歪做？你听下伊的工作专用道，我甲你学落，破例好干死。可是工作专用道你后摆是啥恢复的？那必要的时候你也恢复的，对不？不过你听，你就听这是政策是对的哦，是对的哦，会增加车流数哦。啊！你即摆你甲公车弯即摆吼都爱交流，吼、哦！你甲去看，咱这通看会到。这内底本来两线道啦，伊讲唔知是我搞啊，啥物啊？我即阵恁总局长马上讲要改一线，哦，马上要改一线，哦，恁局长马上，啊！伊定案我也唔敢甲伊啊，定案是所有的交通规划大专家拢你爱定案出来。台湾征信所有的交通交通有关的，包括部长，包括部长，大部分拢是定案出身的，因这是一个态度型的交通规划专家，用你有去想无？伊即摆安尼规划安尼一绕出来，啊，到时要进入站，迄内底吼，即摆要改做一线道，本来两线道，但两线道迄内底再使停四台公车。啊！你后壁是毋是会阁摊倒出？啊！摊到管前路遐来。啊！
阮即摆干来在甲分一算。哦，我知影，我即阵的，我都唔知你讲唔知是我搞啊，稍微我搞完即阵了，你稍微甲我改一算的。好啦，我来算的。啊，你存几台币来滴？啊，你即摆市长，我这是建议你等于参详看嘛。你若出去了吼，出去你看一张，你给我提出来，你给我看下一张，我们把图换到下一张。哎，拜托，向上面换到下一张，哦。你改做一串图，哦，我给你看。你那边有插图。无啦，迄因迄是迄款港港捷。啊，你出来要是重庆南路，啊，重庆南路你问交通局局长，我嘛去啊，该我嘛去啊，按一月到八月的车祸率，专等个是第一名。啊，有插图做一下。起码设计不是安尼啦。我无，我知你要搁变啊，要搁变啊。啊！要我变，我这交通委员，我是要哪号你医生啊？啊！你变来变去，我是要哪号你啊？哦，好，你若我市长，我要来，你市长派伊个领导官，还是派咱总领导官来讲，只要是你支持我，林瑞祖在你身边，你爱起来，我拢爱支持到底。哦，你去做，哦，哦，你去做，我拢无问题。你若感觉讲这个有差错，可不可以妨碍车流？这个回堵，可不可以妨碍车流？就你家己想看卖就知，你超高人诶！你智商157，我才57，我差你100。我同时我咧想，我就知，你个唔知。哎，赶紧啦！哎，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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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来闹事哦。好想闹事。市长，你等于吼103，在你耳朵。伊那个报纸，我们其他人学报纸，你看天贵几个几种报纸，你那无我少，一贴出来，哎，交通规划，哦，我全部都赞。总局长拿出来赞哦，结果我们提出这样话，一说不约，哎，说专门的，哦，我这应该是都赞得对了。哦，啊来，那个看一张了，哦，那个看一张，这是问你的。恁阿国的迄个国际文化的迄个一个大庄啊，西村幸福啦，哦，啊就咱的副市长嘛，你该去哦。副市我无你骂你哦，我无你骂你哦，你真认真哦。啊，咱的副市长边啊不是，哎、欸，副市长你养日本吗？哦，你是怎样？啊，你若要请日本的专家，你嘛要甲我讲一下。我有影会使甲你请。做我讲日本，做我知日本留学的，嘛是市长的诶大同事啊。而日本当家大啊，伊也博士，我卖讲啥个，伊嘛使来来做翻译。你个翻译可能甲你讲唔对。啊，为了我要市长你相信吼，啊我就只有我要报纸。啊，这个报纸我会当面试。哦，啊，这个报纸我会当。啊！这报纸来这下放，这报纸报道，你讲哦，你来台湾是本来是讲要来甲大家说明讲东京车站啊短期内的都市再生案例，哦，啊伊无想到讲伊来遮是迄落要甲西直门计划哦，所以讲。伊做咩？头先是翻译，但是咱的副市长讲唔对，讲伊要来咱读书啦。结果人家讲了后，就阵先生讲，哪里？伊讲日本的哪里有什么？伊唔是要来甲背书的，伊讲哦，这我不敢替他背书，因为这内底哦，有错综复杂，应该爱整体提升的。包括文化，伊讲东京的迄个车头是安怎整个提升的？包括台北、奥萨卡，遐是安怎提升的？哦，仙台遐是安怎提升？遐拢规划，札幌就伊要找伊安怎提升的？伊是要来控制。好、哦，伊讲我即个我红尘我个委员，伊讲过一句。如果目前的西区计划的开放空间与景观不明确，要分成几期才能开发完成？哦，是我有指导纲要，
局长，你莫骗局长哦，交委会有甲你讲哦，交委会有甲你讲哦，恁遐交通计划爱填快哦。啊，你来说明哦，我知你在场，你去遐说明啦，六福星国小说明啦。局长要局长嘛，你去嘛做，人局长就派大我局长去甲新北路火车站回人家，人局长伊嘛去沟通啊，副局长嘛去沟通啊，真好。啊，但是你叫你直接有去沟通无？你有跟阮交委会再沟通无？对无？啊，再来伊安怎写你啊？你有看下面红的路啊？我今始终你接无用哦。台北车站的转乘公车客运的动线，旅客从地下月台走上地上月台的距离不方便。就刚刚咱拄仔讲的，咱要规个迄落路口，啊，再来各位想一下讲，如北就是台北市如此重大的规划案，不能草率地做。哦，不能草率地做，徐总，时间就无啊，我嘛足想要甲你去，甲你报告一个商量啊。啊，这是关于你的政策失败与成功啊。哦，刘伯温讲一句话，我嘛捌跟我徐总讲过，才会明白。匹夫可撼大事，蜻蜓可动巨石，成败得失，时势造英雄。啊，你今天若不做，你小缓解。每年咱搁会研究看嘛，我唔是讲叫你怎放弃啦，咱搁会研究看嘛，安怎再做，安怎再会有百姓拍手鼓啊，啊对无？好，我们执行时间到，我们休息换组，3:10复会。